这是一段感动了无数网友的视频。画面中，一位妈妈把小宝宝放在鞋柜上，正要给他换尿布，而这时因为其他事情，妈妈竟然粗心地走开了，只留下小宝宝独自躺在狭窄的鞋柜上。天哪，宝宝就要掉下来了！哇哦！是的，大家没看错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在画面之外的哥哥如闪电一般飞身一扑，接住了弟弟。小小身体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！哇哦！这就是哥哥的本能吧？她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女孩。来，坏坏，偷吃厨房的地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你。嗯，真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呢。所以我不能对他生气吗？不能。嘿嘿，有小主人撑腰，以后我可以放心偷吃了。